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剧情吧。然后现在要去伺服器机房可以打开，那我们要先去这上锁的门。上锁的门应该 B1 好像还有一个嘞。农药喷洒系统，先去这里好了。奖杯。我们再去看一下能不能打开。锁可以过去吗？好像还不行吧。不是那里。走错，哦，可以了。Welcome back, Dr. Lee. You have 5 new messages. Lee 韦恩，卡特莱特那混蛋太夸张，别这么猴急。把秘密藏在底下，找到的话跟我说一声。就所以你也公开小小的会都不行。会成后年的预算评估今晚完成。我们受到攻击，好多人死，东西被孤立的，我们没办法使用手环来操作桥。43号植物失控了。你要去。特工棒的女孩，我们当然都喜欢她，当然她对这段怎么兴趣，我还得把你的漫画游戏还给你，但你可能再等会了。哇，你看那个界面嘛，是 Windows 的那个 Mail 哎、欸，以前哪有这个系统啊，拜托。这么冷，僵尸还活着吗？好吧，当你是死了。冷冻的，
所以要回到 B1 嘛。B1 好像有休息室哦。B1 休息室吗？看一下哦。午休室啊，所以要回到大厅吗？好，我们先回大厅去拿东西。那这边先快转好了。好，我们回到这个休息室了，然后把这个放上去。嗯，没落。OK， 我是 NUF 哦，检查，然后。NUF 这个，哇，这个赛坡跟口赛坡啊，就知道你要胡说。你要低档，这样可以用是不是？耶，庞大空间解锁。李维恩的笔记，他们工作不是保护我们吗？遍地血腥里夹着的白色脑浆。他不是说我是天才吗？我现在做出了成果，他们想整垮我。好，说不定我也能整垮他。我会拿诺贝尔奖。我是英雄，我是天才，是神。我不会死，我不。哦，就他嘛。说他就是写完之后就变僵尸了。哦，所以这孔洞就是被射杀嘛？是吗？他被射杀，然后我把他头爆掉，看不清楚他脸。开灯了，走这边比较快吗？应该不会吧，直接走原路回去。真的打我是不是该补个血啊？绿色草，这个可是我现在才走北区哦，总共就三区嘛 ，OK。就回冷冻室，不是冷冻室的那个温体控制室。怎么还活着啊？
他再生之后的吧。我不是烧过了吗？就掉下来就是。那我记得 我打死过了啊。死透了吗？嗯，算了。啊，存档。好，放进去。Dispensing solution now.真的他们死掉吧。That did the trick. Warning. You have dispersed a dangerous solution without authorization. Your actions have been logged, and you may be subject to disciplinary measures. 是怎么复活了？这叫做确保安全啊，各位。OK， 找你哇，那个博士是不是？等一下。好，那我们再走回去，就是拿完之后再走回去。哎，有药草哎！现在才发现，他死了，组合。怎么啦？那从这个门进来吗？这边应该很安全的、啊。好，存档。好，我们再前往西区。
下水道我觉得是最靠北的地方嘛。这个吗？我、哦、这按过了。Hopefully the G sample's up here. 哎，这个嘞？这个不行。这个要去西区吗 ？West。拔了，对不起。丢个储藏箱，那我刚丢掉干嘛？在外面好吵，大家听到吗？接下来生物实验室，这应该要那个吧，电梯才能打开。蓝色药草，没东西。两个蓝色药草会合出什么吗？啊，不是啊，我刚右下角有格子哈，要干嘛？白白丢掉啊，算了。组合蓝色跟蓝色组嘛，不行，所以只能跟这样，然后再跟红色的组合。就只能这样吗？存放，然后火药，我想弄一个麦格龙弹药，可是黄色的有两个，两种或混合，两种吃火药制作 ，OK。存放，储先合一下，组合。先放回去，然后燃料。放回去，好，先这样。这可以记录吗？又不行啊。OSS， 哦 ，OK。应该用了吧？用录音带使用。Work. I'm not handing over anything. We have our orders, Dr. Birkin.
I'll ask you one more time. Hold your fire! What the fuck were you thinking? Our orders were to bring him in alive! So those were G samples.